家查某嫁在时，看你讲林家，败坏我林家门风。头家娘，代志不是安尼，你听我讲。哦，什么好讲的？阿伯呐，把这未见晓人赶走。是，等一下，和伊讲。阿母。老大讲，老菩萨会替你做主。老菩萨，我唔捌你，我抓准讲这是去做工的，去到遐煞逼我陪人饮酒，我唔肯就想办法逃走啊！一工嘛唔好做过酒家女，请你相信我。啊，佫真敖变，变啊足精彩吼！你煞来是毋是要讲，啊恁阿母咧破病，你是叫人骗去做酒家女，是要恁阿母看医生哈？你。好，阿哥叫我摇对吧？对吧？啊，是讲吼，恁阿母嘛真嗨啦。迄查某囝赚的迄批肉钱吼，哎呀，嫁因哦，拢唔惊八字无够重，夭寿短命啦。你别讲啥物都不要紧，就是不准讲阿母。哟，啊你这样是要拍啥哈？好啊，啊无你讲，你安尼用心计较来阮林家，到底有啥物目的？我哪有？啥物目的啊？莫叫是讲我看袂出来，你哦、喔，伊就是咧孝顺阮家俊啦，对无？我也甲你讲，迄困无困是莫迷茫啦，手脚啊吼飞搁较悬，嘛是无可能变成凤凰的啦。我对家俊孝呀，从来毋捌孝顺过。是哦、喔，上好是哦、喔。莫讲你毋捌你，就算讲是捌你的吼，嘛无一定会做阮林家的大少奶奶。Kimiko， 阿母啊，你是袂当阁软心呢？若是予这种人吼留在咱林家，迄客源吼是要怎甲人盘烂啦？老菩萨，你莫歹做人，我走。多谢你收留我，每一暗拢予我回去煮饭予阮小弟食，这份恩情。我有机会才去报答。为我礼拜林家了，你就看我无顺眼，唔免你管，我随走。阿秋，代志好好讲，莫冲动。哎、欸，要走就让伊走啦，一个水路人尔。秀女啊，啊你哪有这个客哦啊？啊，这我嘛不清楚，我先来走啊。在创啥？我也无在哭啊！我无讲你哭啊，是你面敢滴着水啦！莫甲我卡着，卡要互人讲闲话。好啦好啦，你先莫走，我去找阮阿妈解释。叫你去酒家歹人，是我甲坤良拍走的。阮两个人会使做你的证明。爸，我才摆留伫遮，互人看衰。老笑。我知道你心内足侪委屈嘞，但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替你讨回这个公道。我一个下骹手人尔，有啥物资格会当甲头家讨公道？费力，肯做牛，免惊无雷通拖。我好脚好手，总是有趁一个办法。免伫遮，看你的目是过我。罗秋，你袂用走，你若走，就证明你心虚，就袂使证明你的清白。安尼是该安怎？
总比留在家，好龙灶头较好。老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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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，咱去找阿妈替老邱求情。阿妈上信用你的，你讲什么，阿妈拢会听。我袂去，你无感觉甲老邱留落来，会去让糟蹋，安尼毋是足残忍的。留落来才会使证明伊的清白。老邱，你讲，你敢甘愿安尼去冤枉？我的代志免你管。老邱，老邱，老邱，老邱。你现在要跟我去找阿妈解释？解释嘛无路用啊！这个结果对老邱上好。你不是老邱啊？哪会使这么肯定？因为阮拢是善家人，只有善家人才当了解善家人的心情。有一天，我会再倒回来，恁等下看。